大師班咧，其實係同 AFA 亞洲電影學會一齊合辦嘅。我哋呢一個係電影技術工作坊啦 ，Filmcraft Workshop 咁樣。咁其實我哋個主題咧，最主要就係 focus 上改編同埋即係由改編同埋原創嗰度，從劇本嗰度開始咁樣。咁首先一間啦，係啦，我哋呢一場都會有一個 live streaming 啦。咁所以大家即係發問問題嘅時候都可以隨便發問咁樣。咁亦都可以會有其他嘅唔喺呢個空間嘅觀眾咧，都可以係聽到我哋嘅分享咁樣嘅。咁而我哋點解揾到今日呢兩位嘉賓呢？咁其實我覺得佢哋兩個都有一啲共通之處。咁最開始嘅時候呢，其實兩位導演都係一個比較 independent 嘅導演啦。咁或者可能大部分嘅導演都係㗎啦，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呢都係低成本製作啦，咁跟住好 personal 嘅一個作品咁樣。咁李湘嘅導演呢，就最開頭嘅時候就參加日本有一個出名嘅電影節，就叫 PIA 嘅電影節。咁佢裏面呢，其實有好多好出名嘅日本導演呢，都係由呢個電影節嗰度開始嘅。譬如熟悉嘅袁志溫啦，佢成即係佢之前都嚟過電影中心。咁又或者何乃直美呀，細仔裕也，咁都有喺呢個 PIA 嗰度出嚟嘅，佢哋嘅第一部作品咁樣。咁而阿果咧就係陳果導演咧，咁其實大家我唔知道在座嘅觀眾係咪好年輕啦？咁佢當初出道嘅時候咧，都即係廿年前咁樣啦，超過。咁佢其實就係紅褲仔出身嘅，即係就係話跟做副導出身。咁喺香港電影業裏面咧，其實就跟住即係同香港嘅電影業一齊發展同埋成長咁樣，可以叫做。咁佢由大鬧廣春龍之後咧，咁其實香港製造就叫做係最大 noise 嘅一套電影啦，即係開始嘅時候。咁而嗰套電影其實就因為亦都係喺劉德華嘅Focus Films 嗰度嘅電影公司裏面咧，就係用一啲即係拍剩嘅菲林，咁嘅草草埋埋嘅時候咧，跟住就拍成呢個香港製造。咁當年當然就係唔係 digital 啦，咁就係全部都係菲林。咁而即係拍攝嘅時候就非常之貴嘅一個製作嚟嘅。咁所以咧就同而家 digital 咧係即係不可同日而語咁樣。咁係啦，即係兩位嘉賓咧，其實一開始嘅時候咧，佢哋嘅創作咧其實都係即係好獨立電影咁樣去出發嘅。咁我就坐低先。咁而之後咧，其實獨立電影之後咧，咁其實佢哋自己兩邊嘅發展咧都好唔同嘅。咁而李湘嘅導演咧，咁就之後嘅幾部電影咧，就開始嘅時候係獨立啦。咁跟住去到近期啲嘅時候咧，其實就係香港人比較熟悉嘅咧，就係惡人同埋呢一個嘅惡人同埋呢個路係。即係最新嘅，即係就係路。咁導演亦都喺3年前嘅時候咧，我哋香港亞洲電影節都有放佢呢套作品路。咁導演當時咧都有出席我哋嘅分享咁樣嘅。咁而除咗呢兩部，因為有香港發行啦，咁早期少少嘅咧，其實亦都有一部就係《Hula Girls》。《Hula Girls》咧亦都香港有發行嘅，咁但係其實就好 limited 嘅一個 release 咁樣。咁而導演咧，佢近期嘅譬如惡人同埋。這個嘅路啦，咁其實都係好多明星去 support 佢嘅一個製作咁樣啦，亦都係已經有一啲大嘅公司去投資，咁所以成個 scale 咧由即係大咗好多啦。咁但係自己導演嘅創作裏面咧，其實亦都好多好自己好 personal， 即係佢點樣 handle 一個 drama 咧，個劇本啦，同埋演員方面咧，咁其實都係好有力量嘅，好扎實嘅一個作品嚟嘅，近呢兩部咁樣。咁而阿果咧，其實就即係近期嘅時候，即係大家熟悉，即係早期香港製造之後，譬如會有林飄飄啊，香港有個荷里活啊，到之後商業啲嘅就係餃子啦，咁同埋係呢一個今晚會放嘅我哋嘅閉幕電影《三夫》咁樣。咁其實阿果由最開始嘅 independent 啦，跟住到譬如餃子就叫走啲商業啲嘅路線啦。咁其實即係都經歷咗成個 process， 就係有一個 personal 嘅作品，去點樣去迎合，即係或者係去面對一個更加大嘅觀眾嘅市場咁樣。咁其實兩個喺嗰個創作同埋個發展歷程路程咧，其實都係有啲共通之處同埋相似嘅地方。
咁譬如用明星啦、劇本啦。咁而劇本方面咧，咁兩位咧亦都係有佢哋自己嘅原創，亦都有呢個嘅改編嘅。咁李商日咧就係、是、近呢兩部嘅作品咧，其實都係吉田修一改編，即係佢嘅小説咁樣。咁若果咧，其實就佢原創嘅就比較多。咁但係改編嘅作品咧，其實亦都有嘅。咁就係、是、餃子啦，就係、是、楊千嬅嗰套食胎盤嘅餃子咁樣。咁就去到紅 van 咧，亦都係改編嘅。不過紅 van 就係改編網絡小説咁樣。咁所以兩位咧，其實就即係有好多啲共通之處。咁所以我哋都揾咗兩位，咁佢哋兩個都係好 established 嘅導演咁樣。咁而今日我哋嗰個 focus 咧，其實就係即係關於劇本呢一個角度咁樣去了解嘅。咁或者我問一問我哋嘅客人啦，即係日本有導演遠道而嚟嘅。咁首先想問翻李新日導演啦。咁佢嘅最開頭咧，即係佢點樣睇中，佢點樣去 source 佢哋嘅劇本，即係會話呢個故事我想拍喎咁樣，咁係點解咧？大家好，今日お集まり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ずそうですね、僕映画学校に通っている学生の頃にフルーツチャン監督のメイドイン香港を見てものすごく衝撃を受けました。なんかこう確か20代20ちょっとだった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までに見たことがない作品を見たっていう体験をできた、体験をした、ちょっと価値観の変わる作品に出会えた経験でしたね。その後もチャン監督はですね、なんていうのかな、アート性とコマーシャル性というか工業的な面での両面をこううまくこう満たす作品をずっと撮ってこられているんで、今日は僕が自分が話すというよりその秘訣を大先輩に伺いたいと思って来ました。首先我在電影學校的時候我已經是有看陳火導演的電影啦，當時我記得有一套電影在香港製作，我就非常對我來講很大的衝擊，即是從來作為一個當時二十幾歲，我來講是從來沒有看過這類電影，所以非常大的衝擊。咁可以講陳果導演嘅電影咧，唔單止有呢個藝術性啦，同埋喺商業性之間兩者之間佢有一個咁樣嘅平衡。所以今日咧與其話要我嚟分享，不如我就其實我係想嚟向陳果導演去啲學藝，去有啲唔知道有啲咩秘訣可以教，可以即係我可以學到。好啊，即係答我。其實冇嘅，一樣嘅啫。當你即想去拍自己中意嘢嘅時候咧，往往如果你冇一個叫做既定嘅人啊，或者既定嘅故仔嘅時候咧，其實你睇小説係一個選擇嚟嘅，因為小説睇到別人哋嘅人生，或者睇到別人哋嘅故事，比自己嘅故事更加豐富。咁好嘅當然就嘗試一下可唔可以改編啦，唔好嘅咁就掉咗佢咯。其實十頁紙你知道咩事嘅，所以以我自己的經驗咧，因為日本其實小説都好多嘅，而我哋以前細個八十年代受日本影響都好大，我哋睇過無數嘅日本電影，重温青春嗰陣時，嗰陣時嘅推理小説比較多啲嘅，改編又好多，所以咧。香港就一路咧，我哋成長嗰年代其實都俾人界定係叫咩香港文化沙漠，改編嘅機會咧甚少嘅，即係來來去就可能金融啊、逆書嘅，但都極少嘅，呢啲全部金融都好大，即係唔係我哋啲 indie 導演就可以做。咁逆書都是一種要卡士做才行，因為明星做文藝片才叫即有 selling point 嘛。你猜我去拍，譬如我拍
阿 M 拍譬如張愛玲咁，咁我突然間我又話，不如我都拍張愛玲咧，咁你信唔信啊？你都覺得你冇搞啦，即係會係有呢個問題喺度發生。但係如果我冇小説去刺激我嘅話，咁你咪死度懶度咯，都靠自己嘅經歷或者自己嘅觀察點樣產生個人物，跟住先產生個故事，點樣磨出嚟咯。係啦，導演行翻頭先就係話點樣去 source 嗰個劇本。そうですね。小説家には全く耳の痛い話だと思いますけど、10ページ読めば分かるっていうのはものすごく同意します。我都非常同意啊，陳國導演講啦，即係讀小説其實通常其實會係攞咗個靈感咁樣，即係咁水你要唔要呢個小説？まあ確かにキャラクターが一番あれですかね。人物が自分のこうある意味想像を超えてる人、想像を超えて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どっか自分とこうにこう共感できるものをこう探したいと思わせる、まあ、そういう人間が描かれているかどうかっていうのが多分小説を読む時のポイントになる。我々講咧小閱讀小説其實最重要一個人物啦。咁呢個人物對自己嚟講有一個共，有一個同感，可唔可以產生共鳴？咁就係最緊要。あとはまあ。なんだろうな、やっぱり実際のいろいろ起きてる事件っていうのは嫌でもこう耳に入ってくるものがあって、まあ、その時にこうなんていうのかな、多分真相がわからないことっていうことに関してものすごくこう、推測がたくさん語られて、推測が多ければ多いほど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その真相から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しまうって時に、その一番こう台風の目の中にいるような人はちょっと気になってくるきますね。台風のこう目の中っていうの空白が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本当真相っていうのはそういう空白の台風の目の中にしかな。そうですね。ということで講ね、就即係好多時發生，即係周邊嘅地都好多事發生。就算你唔願意想知道，你都會你都會聽到，或者你都會眼都會見到。咁嘅時候咧，咁究竟個真相係點樣咧？雖然真相係好多可以去推測啦，但係我哋都想就即係究竟好似個颱風，究竟你眼喺邊度？呢個真相喺邊度咧？咁樣。でもそれにしても陳監督の映画に出てくるキャストのリアリティというか、本当にその世界にいるようにしか見えない人たちはどうやって見つけることができる？所以好感慨，好讚歎陳火導演。佢入邊嘅 cast 入邊嘅每個角色入邊嗰個真實性，而係佢描述每個角色嘅真實性，點樣可以捉到呢個咁樣嘅真實性咧？咁樣佢真係好。其實casting 係一個最重要嘅一環嘅，即係過去香港製造我就唔講啦，講新夫其實我呢個故仔已經其實由廿年到18年、17年，當我拍完。香港喺荷里活嗰陣時候，我已經想拍埋呢部個故仔，當時已經有喺度，即係個人物已經有喺度，但係我揾唔到個演員。呢個演員又要識做，又要識得脆，最慘係即係呢下難咗。我下如果我識得做，我都做影後咯，做咩幫你又要搞呢樣搞嗰樣，係嘛？所以係好難嘅。我曾經諗過 A.V. 女郎去日本又玩《雲念我》嗰部戲，嗰個女仔都啞嘅咯。你找個日本人那些 AV 女郎來做，真是不知道的，不用講日文，又不用翻譯，省翻啲翻譯費。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如果這個人我找不到，三夫其實拍不成。所以這個戲真的為他今天沒來到。所以呢，當然是不是說沒了那個女仔是不是拍不到戲呢？又未必的，就是拍第二樣戲。所以我就覺得我兩邊我都喜歡的，如果你叫我改編或者自創就比較痛苦的。痛苦的意思就是說，尤其是我們這些已經有了這麼上下即經驗呢，如果你說服不到我的故事或者個人物呢，我其實就寫不到下去或者拍不到。但是你如果看到個小說個故事本身是當然可以，你才拿來改啦。
當然我哋睇咁多改編嘅，其實日本改編甚多啊。今日唔係啊，要話你導演嚟，我哋順便講日本。譬如呢十年嘅推理小説，同過去嗰二十年嘅推理，松本清張八十年代嗰陣，其實係好大嘅進步。好大嘅進步咧，就係、是、其實係咩咧？故事生命咗。咁每代都同每代唔一樣。其實嗱，呢十年譬如《神探伽利略》啊，呢啲咁經典嘅古仔，咁我哋嗰個受我哋即係俾我哋啟發，我哋好多。當然，所以我咪手痕咪前幾年拍嗰部《謀殺池水蓮華》，又係推理片啦，大陸嘅小説。不過我係死咗啦，原來咧，即係人哋係嫌你唔夠商業。你睇日本嘅戲又好奇怪喎，佢係齋拖嘅喎，佢拖得嚟咧好多，佢同埋佢夠長啊。我哋唔可以長，日本戲可以去到兩個幾鐘，我哋唔夠，啲投資者會 cut 你。咁你講推理，喂，你都推唔到，你已經 cut 咗，推乜鬼啊？所以呢個係中國人拍或者叫做推理片咧，有啲難度嘅呢、這個。啊、我都要學下，因為呢個我都少少俾人挑咗嘅嚇。哇，其實我咪推石少少唔同，所以我覺得搞創作咧，你兩邊嘅古仔咧，如果冇一個特殊嘅吸引或者叫做勁度咧，即、就、係、是、你真係好難去拍嘅。勁度係咩意思咧？就係、是、嗰個商業元素。如果你喺度推你主流嘅戲咧，你揾明星做，譬如李導演呢啲咧。佢一定要有一樣嘢令到嗰個叫市場接受，咁呢個係同我拍 indie 有啲唔同嘅，但係唔係唔同，都其實一樣嘅。譬如我拍餃子，餃子係市場上面嘅嘢喎，你揾楊千嬅嚟做啊，揾家輝嚟、梁家輝嚟客串啊，其實已經係市場計數咗入去嘅，所以呢個係係咯，睇你點改得好睇嘅啫。其實最難嘅係你唔可以完全咧。抄曬嗰個劇本，那個小説上面嘅嘢，你係要喺入邊創造另一個世界，利用佢嘅人物，利用佢嘅故事線，咁使到佢更升一步先得。如果唔係咧，你照足咁拍咧，其實啲讀者會鬧你嘅，覺得你太懶。所以呢個係反而唔係話完全抄足咧，係反而係挑戰嗰個導演嗰、那個即係嗰個界限嘅。咁李導演有冇啲咩補充或者回應啊？陳果導演講嘅説話，譬如話日本嘅推理偵探小説咁樣，咁樣近即係近呢十年同過去嗰二十年，即係嗰個新穎啊、創新程度啦，又或者係即係點樣去觸摸呢一個題材、接觸呢個題材嗰樣嘢，有冇啲咩回應或者補充咧？まああの自分の経験しか言えないんですけど、僕は最初に、大きい出会いとしては吉田修一さんとの出会いがやっぱり大きくてですね、彼の作品で悪人を最初に手掛けたんですけども、なんていうの、自分が描きたいものがそこに書いてある感覚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あのチャン監督もおっしゃられたように、自分で全てゼロから書くってものすごく、まあ、長い道のりで辛くて苦しくて、なんとなくこう頭にはイメージはあるんだけど、それがそのキャラクターとなって物語となって形になっていくまでのプロセスがものすごく大変なんですけど、その漠然としたイメージをものすごくこうクリアに形にして見せてくれたのが、まあ、吉田修一さんの悪人が初めての体験でしたね。我只可以講講自己嘅經驗啦。咁對我嚟講一個好大嘅可以講係同約秋吉田秀一先生嘅呢個邂逅啦。咁我睇佢書嘅時候，我就覺得睇咗佢嘅作品之後，就覺得就係、是、我嘅一個作品嘅惡人啦。咁我覺得有好大嘅共鳴啦。即係正如阿陳果導演講嘅，要自己一個要寫一個角色嘅零開始，實在上係好費力，一個好難嘅事。咁剛巧咧喺我自己頭入邊，喺我自己心入邊諗一個 image， 咁剛巧喺本小説入邊可以係一致啦。
清晰地將我想一直以來想像或者想講嘅東西可以講喺文壇。でその悪人は吉田さんも脚本に参加したんですけど、まあ、僕と二人で、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書き直しながらお互いのこう見せ合うっていう形でずっと積み上げてい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う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吉田さんの頭の中をこう覗いていくというか、こうそんな感覚があって、僕も僕で途中からこの悪人って小説自分が書いた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ぐらいこうどんどんこうなんていうんですかね、自分のものにな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か、そういう感覚になれる小説と出会えないとやっぱり映画にするのはあの厳しい、あの何十万部売れたから、ものストーリーがあのすごく人気があるから、そういうことだけだと難しいかなと思います。其實吉田先生都有參與我在後來寫劇本呢個過程啦。咁我哋兩個之間可以講係好多次咁樣寫完又再改改完又再寫咁樣。咁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我可以講係唔知我係咪睇到，我睇穿咗吉田先生嘅頭面腦入邊東西。咁我慢慢一個錯覺，或者就覺得呢個小説係好似自己寫咁，兩個人慢慢將創造咗一個自己世界出嚟。咁可以唔可以話？因為你如果你不去消化佢，唔係一本小説，佢係好一個 bestseller， 一個賣可能賣幾十萬本。你唔係話淨係咁樣，你又將佢變成電影就可以買到佢，並唔係咁樣。だから国の時は小説にないセリフを僕が書いたやつ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後でインタビュー見たら吉田さんそれは自分が書いたって言ってですね。多分まあそういうどっちが何を書いたかこう分からないぐらい。二人から出てました。在《惡人》這個小說裡面，有些在我寫劇本的時候是有些對白是小說裡面沒有的，後來在 interview 的時候，你有人問吉田先生這個對白，他說其實這個好像我寫，他自己都不記得這個是不是他寫，即可以說是慢慢這樣就大家創作了一個新的東西出來。其實導演會不會想像到那個改編的過程呢，不找回原著的作者去參與，因為剛才講的同吉田修一都是好像一個互動，即是大家去看了他的作品，跟住大家都會在那裡再編合編翻那個故事樣。那他會不會自己其實有想過，就是說他看一部小說，我不再跟那個作者去溝通了，我就自己去改編樣。即中間有沒有什麼特別要注意呢，就是在改編的過程裡面。我講先，你繼續翻。咁嘅，我因為我自己嘅戲都通常我自己寫啦，咁我都培養咗自己能夠寫劇本嘅一個經驗啊。所以暫時嚟講，我同李冰華嘅合作最多嘅，即係從改編小説。一般嚟講，李小姐對劇本係要求好高嘅。他無論怎樣他一定要自己寫的，他一定要介入這個創作這個過程。所以我跟他合作的過程是他寫一稿，我寫第二稿，他寫了三稿，差不多了，定稿我再執一執就可以拍得了。一是就我寫第一稿，用我一個完全是他不知道我怎樣想的一個方法，令到他覺得第一次被人哋咁樣寫嘅時候，佢個衝擊大過我。哇！乜你咁嘅？咁呢種經驗咧，即係我寫完第一稿，佢又寫第二稿，跟住第三。呢種經驗咧，我哋兩個人咧就比較上咧就默契咗。但係都有一次我拍《迷離夜》咧，就完全冇嘅。《迷離夜》總之佢俾咗個短篇俾你，咁我就寫。四五日就寫出嚟俾佢睇，睇完之後，哦，就咁去咯，唔使改。迷離夜係最順利，反而就餃子啊，因為我同佢做過好多次嘅劇本，有啲冇拍成。咁呢個都係一個合作嘅互動嘅一個過程啦。張監督は何人ぐらいが
何人の脚本チームを作るのが理想的だと考えられてますか？陳老師覺得成劇本要幾多人，一個 team 應該幾多人咧？個人係最理想。我寫劇本，我一條毛你嘅啫喎，一人嘅劇本。唔係，最多咧，我寫完之後咧，通常我會揾一個朋友嘅，呢個朋友叫林幾圖啦。即係有時我會同佢傾，就係呢個當係一個軍師嚟啫，佢唔會落手嘅。但80%或者90%全部我自己寫的。如果我自己的故事99%啦，你咁同李彪合作就唔係啦。即係啱啱講，佢寫一個我寫第二個三，大家互交互差咁三次來回都差唔多嘅。そのリーさんと出会うまでは何人かそういうこうやり取りがした人はいたんですかね。その最初からも一緒にやるときはそのリーさんだったんですか。咁係咪第一次？剛才你講嘅李小姐第一次同佢咁合作，之前有冇同其他咁樣有呢個？唔係嗰部PK 嗰部咪那咩謀殺嗰部咧，就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推理嘅謀殺片。謀殺小說那部就我哋純自己去寫嘅。但係嗰個咧，我就嗰、那個死有兩種原因嘅，一個啱啱我講個時間啦，因為你要個半鐘頭內或者多你15分鐘，一個推理電影其實係好難嘅，因為所有日本電影嘅推理咧都要好長嘅，即係夠時間俾你慢慢去做。呢、這個推理小說嚟講係最大嘅污點嚟嘅。即係唔夠時間，你千祈唔好推理啊！快嗱嗱嗱去捉人得啦！チャンカンの作品、場所もものすごく印象的なんですけど、僕がチャンさんは香港の全部の裏路地とかビルが頭に入っ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ぐらい。ロケーションに関してのこだわりというか、チャン監督の映像で見る香港って街が本当にそれが一つの SF のように感じる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場所もこう、最初はキャラクターがあると思うんですけど、場所っていうのも当然大きな要素になってきますか。就我同你剛才你講喺啲 character 嘅選角人物好緊要，但係佢講到佢睇電影嘅時候咧，你似乎對呢個地方嘅選擇咧係好。都係好緊要。佢睇呢個電影嘅時候，覺得你係咪全香港後巷，你都知道咧。因為熟悉曬全香港嘅後巷，佢就咁覺得。佢話睇到啲後巷嘅時候，都唔使多講，都好似 SF 咁，都已經好似推理小説咁樣。係咪即係地方係咁舊，係咪好緊要咧？其實冇嘅，香港好細嘅。因為我要拍香港戲咧，老老實實呢兩年咧，我仲有一部戲未上嘅，叫做《真係商業片》啦，《九龍不敗》。但九龍不敗咧，又係全自己創作，冇任何改編嘅。就我呢次係拍天水圍元朗嘅喎。嗱，我哋講哪嘢其實拍大埔啦，九龍不敗就拍天水圍元朗，山夫就拍水上。嗱，水上就真係冷門到極啊！所以積累咗呢幾部戲落嚟，我覺得。香港真係俾我拍得幾好睇㗎啦，都冇辦法。旺角就唔使講啦，榴蓮飄飄啦，係嘛？香港荷里活就大喊村啦，即係你去到未去嘅地方我都拍暈。我仲有一部出年先上嘅，未就拍北角嗰個春秧街啊，好似春秧街大家都聽過，佢個電車入到個街市啊。咁當然，如果純係一個編劇嘅位置嚟講，如果佢又要寫，佢冇有冇咁多即係去照應咧，照顧美學上嗱呢、這個叫美學，因為我同以前嘅編劇有名冇名我都合作過咧，我覺得有名嘅人佢會諗嘅嘢宏觀啲，即係諗個編劇無論係改編又好。自創又好啦，自 original 都好啦，佢都會諗下 visual。編劇咧，我覺得要識 visual 就最好嘅，即係呢個故仔應該發生喺邊個地方。其實 visual 咧同美學都好緊要嘅，美學就係話
當你睇山夫嘅時候，哦，你個美學全部都係喺水上。嗱，我拍山夫老老實實係回應咗，我覺得香港電影應該對香港本土有一個尊重嘅。我哋係環四面環海嘛，算係啦，九龍嗰邊啊，唔係香港嗰邊啊，九龍算係半邊，黐住深圳河當係半潭半鹹啦，半潭啦。咁但係你又巴巴閉閉又話漁村之光、漁民之光，或者話咩小漁村，即係點樣變成一個大都市，冇人拍過呢種。除咗好多年前香港製造啊，唔係香港電台咩圓洲仔嗰啲，即係大埔嗰啲，即係岸邊嗰啲人拍過之後，基本上冇人拍過一個咁嘅故仔。所以我覺得無論改編自創，如果你由景開始諗，可能都係一個方法嚟嘅。當我哋冇人物、冇故事嘅時候咧，我哋可以用呢種地方式嘅一個特色。譬如話，我拍咗《香港製造》啦，我《九龍不敗》咧，本來叫本來《九龍不敗》嘅英文名叫《Made in Hong Kong》嘅，《Made in Kowloon》嘅，但係個即係老闆投資者就唔好搞呢啲啦，呢啲即係唔俾佢拍 Dragon 啦，講 Dragon 啦，唔係叫 Kowloon 啦，即係嗰啲啦，你明㗎啦。咁我就揸個新界未拍喎，咁我喺度諗緊，我應該拍個咩新界故事咧？我而家諗緊啊，嚇！所以咧，呢個都係一個啟發你去寫個故仔嘅一個開始，嚇！所以作為編劇好，因為我哋又自己寫啊，佢都係自己寫噶，咁呢樣嘢我就比普通人諗多咗，會多啲，即係辛苦啲咯，係咯。そうですね、僕も香港を一番こう魅力的に撮影されたのはチャン監督だと思いますけど、残念ながらこう今見れない風景ももう ある多分チャン監督の映画を日本の観客を見てその風景見たくて香港行ったらもうないみたいなこともありますよね。我都是同感的，就覺得將香港拍得咁靚都應該是非陳導演莫屬啦。咁但係我哋喺睇入邊睇陳導演嘅電影嘅時候，好多時候嗰啲地方有時嚟香港都揾唔到，可能係咪冇咗嘅點樣咧？我拍完香港製造嗰陣時咧，日本有一個導演咧，話好出名嘅嗰個，拍過佢曾經嚟訪問我，我帶咗佢去咗。又是天水圍嗰度附近，流浮山嗰度嗰個差館嗰個位咧，即係流浮山上面山上嗰望住大陸嗰邊。嗱，呢個係廿年前大陸嗰邊，即係嗰個叫做咩？對面應該叫做咩？嗰個深圳灣啊，應該乜樓都未起啊！嚇，跟住佢又叫我帶咗去華石。當然不是找鬼啦，即係華石嗰種嗰個墳場嘅震撼。咁我覺得呢個都算是景點之一。有冇旅遊局嘅人喺度？其實是應該開墳嘅。嗰個景色，我覺得全世界嗰個墳場都冇即係華石咁震撼嘅。所以咧，當然我哋相對嚟講，我哋睇翻日本戲嘅時候，我哋都覺得。因為你拍一個地方很有特色咧，其實係都幾緊要嚇。呢個同編劇有咩關係咧？同導演有咩關係？導演就唔使講，佢有啲導演係被動嘅，去執行編劇嘅。即係如果一個編劇咧好有能力或者好把炮嘅話咧，佢係可以影響導演嘅。嗱，呢種編劇香港而家就少咗好多啦，甚少甚至冇添。有嘅有一兩個嘅，譬如李寶華可以影響導演嘅。以前咧就有邱光健啊、方令正啊、秦天南嗰批咧，即係八九十年代比較勁嗰批。咁近年咧就其實真係少咗，冇乜。我唔知啊，因為我參與主流工業。都幾都唔
係好多下，其實 indie 咗咁多年，所以我唔知出邊嗰個市場上仲有冇咁把炮嘅編劇可以影響導演去做。以前係有㗎，但係我哋作為導演，我哋想揾呢種人嚟影響自己，一多一個腦諗嘢咧係 OK 啲。咁啊，李導演唔好咁客氣，佢成日幫我問埋阿陳果導演咁樣，我覺得即係咁難得嚟到呢一個香港咁樣，咁我哋都好想聽到佢嘅創作嘅過程咁樣。咁其實頭先提到咧，就係嗰個 location 同埋嗰個香港城市外觀嗰個特點咁樣啦。咁我覺得其實頭先之前兩位亦都有提過，就係話推理小説咁樣。咁其實咧喺兩點裏邊咧，我諗到嘅就係、即係其實就算李導演咁樣，佢嘅路又好啦，或者啲推理小説咁樣，咁佢表面上係推理啦、緝兇啦，咁但係其實亦都好反映到好多一啲社會上面嘅問題咁樣。咁而導演喺處理嗰個社會問題上面嘅時候，其實不要看導演好像很溫文咁樣，但其實好像又有一種憤怒喺度嘅。咁而呢樣嘢咧，與此同時同阿果嘅嗰種社會寫實咧，其實有少少類似嘅，就係即係導演對嗰個社會咧，其實亦都有一種未至於一定反抗啦，或者係有一種意見、有一種聲音喺度咧，就係、可以係好能夠表現到即係呢個社會低下階層嘅一種生活嘅一種聲音，或者係講佢哋嘅社會裏邊佢哋點樣去掙扎啊，又或者係去係啦，掙扎求存啦，最主要。咁其實即係兩位喺嗰個社會性上邊咧，即係嗰個係啦，即係上面去點睇咧？即係譬如自己點樣對呢個嘅通過電影或者通過劇本裏邊，即係講呢一個嘅社會性呢個議題咁樣。Please wait。等你翻嚟識嗱，我又乘機噏下先嗱。咁樣嘅喺香港工業入邊咧，對社會性係非常之唔中意嘅。老闆咧見你話社會性就暈嘅，所以咧基本上就冇社會性諗嘅。但係呢樣嘢咧，其實咧香港會受到會有啲改變，因為大陸本身嘅主流戲都同社會有關係嘅。咁呢樣嘢咧，令到我覺得咧，反而咧令香港導演咧喺呢方面咧可能有少少改變。當然這個改變你要怎樣說服老闆再說，但是你不進步呢，你連大陸都不如的時候呢，你就注定呢你就回潮的了，即是你沒得做的了，所以將來是會有機會去做這件事。好，そうですね、底辺、なんていうのかな、まあ、その怒りっていう映画はですね、タイトルが怒りという言葉で、まあ、いかにも何かこう抱えてるものをこう発散する映画だとちょっと思われがちなんですけど、まあ一番最初に考えたことはこの怒りっていうタイトルだけど、怒れない怒れない人たちの話だっていうことです。怒呢個電影正如好似個題目咁怒啦，咁好多朋友都觀眾都以為係要喺度發出散發嗰個怒氣，其實唔係。其實我想講就係話，好多人佢雖然心裏面有呢個怒氣怨氣，但係發唔出嚟，發唔出嚟。それそうですね、はい、それはまあ何て言うのかな、社会、まあ、社会の底辺っていう簡単な問題では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自分の人生を自分が思うように生きられない、まあ、底辺だろうが、それは階層は別にして、ある自分のこう意思というものが通せなかったり、あるいは自分自身についてこう何かこう満足できなかったり、とにかくまあ自分に関しての怒りっていうもの、社会に対してっていうよりかはそれが翻って自分に対しての怒りをどうしてもこう内側に溜め込んでしまうっていう傾向がやっぱり日本は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与其話佢係一啲社會低層嘅人嘅憤怒，其實唔係咁簡單嘅，就係、是、我想講就係、是、即係人生怎樣不能夠，即人生不能夠自己好像自己的願望去
去過你自己人生，或者有時候自己的意見不能夠被認同啊，唔能夠自己又滿足啊，可以講係對自己的呢個憤怒，而對社會不能夠述説出嚟，呢個可能呢個日本社會的現象都唔定。咁即係路又好啦，或者係啱啱睇完嘅 Borderline 咁樣啦。咁其實即係喺嗰個故仔方面咧，個敘事咧都係用多線去發展呢個故事咁樣。咁其實導演有冇特別啲咩原因係，即係呢個其實係咪特別佢嘅偏好咧？就係用多線去敘事。咁而阿果嗰邊咧，其實就好少用呢個多線去敘事，平衡去發展嗰個故事咁樣。咁有冇啲咩嘅特別原因？嗱，要睇咩片啦 ？Indie 片梗係冇搞咁多啦，冇錢都搞咁多。那夜凌晨都幾多線㗎，係嘛？幾多人物嘅，所以唔關事，係即係睇錢食飯嘅，睇數食飯嘅。即係如果我係受到一個好複雜或者好精彩嘅多線故仔影響啦，又夠錢有人投資啦，你咪做咯。其實呢個唔關嗰、那個即係自己嘅喜好。當然佢有啲難。佢比一啲人物少或者故事簡單咧，有啲都難，因為你要照顧每一個人物，又最慘啊！睇唔睇你夠唔夠長度俾你去發展你個故仔？咁啊，什麼道理先咧？完全係同同意陳果導演嘅説法。翻埋。そうですね、たくさんの人を描きたい、まあ何ていうのかな、こうもっとあれなんじゃないですかね、俯瞰した時に別にこう社会を描きたいわけじゃなくて、一人一人のこうキャラクター、その一人一人が置かれてる状況とか、生き方を描きたいんですよね。それが集合して、まあ多分ちょっと俯瞰してみたときに社会を感じ取れるんだと思うんで、多分入り口は社会を描くために人を増やしてるんじゃなくて、気になる人はそれだけい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ね。佢話都唔係故意去做一個唔同好多唔同嘅角色，即係剛才好似主持人講嘅嗰幾個 line 咁樣，只不過佢好多佢好多人佢想去描述，或者可以從呢個好多人同描述，其實睇到一個社會嘅現象都唔定，所以就好多有幾個唔同嘅人物佢想去述説。確かに人をたくさん描けばそれだけ時間がかかるんで、怒りは最初にラッシュをつないだ時に4時間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ね。咁當然好似陳導演講啦，咁講人多嘅時間就越多，你開始有嗰套電影去拍出嚟就係4個鐘頭。僕には優秀な編集者がついてたんで大丈夫でした。好彩咧，我有一個好有非常優秀嘅呢個編劇，就將佢編短到一開始係4個鐘頭。咁其實兩位都提到咧，就係即係佢哋係導演啦，咁亦都係即係有參與創作，即係參與編劇咁樣。咁其實即係你哋會唔會中告一啲新嘅導演嘅時候，即係其實你哋除咗話處理好導演技巧之外，譬如喺嗰個劇本啊或者編劇嘅時候，即係都希望或者中告一啲年輕入至拍戲嘅朋友咧，即係都喂你都要練下你嘅劇本啊、寫作啊咁樣呢方面。我又講先，其實是好的，但是這個好呢，至到今天呢，有一位名導演都問我，喂阿果，你需不需要次次都自己寫呢？即那個導演當然不會自己寫的啦，他一直的作品都不自己寫，那我說自己寫，為什麼不自己寫呢？即是這解。那其實近年都很流行的，不是只是亞洲或者香港，我覺得西方很多導演，成名的導演呢，都很多都肯自己寫， even 商業片都開始自己寫，即不只是 indie 片，這個都是一個潮流來的。因為這個潮流就是說，如果在文字上呢，你能夠自己寫又自己拍的話呢，其實就很 original 了，很忠誠你自己的想法而去實行，這個呢其實是最大的亮點，是不求於人。因為除非你有一個很好很好的朋友，是
永恆都唔會變嘅，無論嗌交過程點樣，你可以咁樣寫完反面又繼續幫你寫就得。但係我哋嘅工業咧，主流工業我冇講 indie 工業住啊。當你寫個劇本嘅時候 ，OK， 你揾一級嘅攝影編劇幫你寫一級啊，一級。咁你呢個製作一定要有翻咁上下啦。我就冇咁嘅運氣啦，暫時未做到呢樣嘢。咁嗰個人邊個咧？你信咗個咧？最慘我識寫啊嘛，最慘。如果我完全唔識寫咧，我求人咧就好好做。好啦，一級嘅唔係好多個嘅啫，佢慢慢幫你寫，唔知好啦，唔知跟住你又會心急喎，揾二線嘅啦，二級嘅，二線嘅，二線嘅你知唔知啊？二線嘅好鬼旺嘅，知唔知啊？寫得二線揸一步就上一線嘅咯喎，二線分分鐘佢手上有五個劇本，你同佢噏完之後咧。佢個個下唔寫一寫一下，將你嘅 idea 寫到第二部戲度都得喎，或者將第二部戲啲嘢寫翻你喎，你都唔知發生咩事。好啦，都好旺嘅，你未必即係按 schedule 做到嘅。好啦，不如揾三線啦，不如嚇、啊、三線最衰咧，三線喂你講乜佢寫乜嘅啫喎，佢唔會諗嘅，即係佢唔會用腦，即係三線接近於槍手邊緣嘅啦。即係你講乜就做乜，冇乜創造性嘅，咁你點諗咧？咁你不如自己寫啦。最衰係自己識寫。如果我自己唔識寫咧，我話之一線老闆咪揾咯。咁但係當然呢個會耽誤你青春嘅。係。まあ、そうですね。脚本に関しては、あの日本だと今あのどうしても有名な小説とか。漫画とかそういうのをベースに、脚本化して映画化するケースがやっぱり大半半分以上なので、そういう時に求められる脚本家の人たちってやっぱり商用性バランスが非常にいいんですね。で、何か突出した個性っていうよりかはバランスの良さが求められてしまうので、まあ、そういう人たちに頼むお願いするのもいいんですけど脚本書くっていう行為っていうのがあの自分が何をしたいのか自分が何が好きで何が嫌いで何を許せないと思ってて何にこう問題があると思ってるのかやっぱり自分で探すっていう行為が、まあ、上手い下手は置いといてまずあの脚本を書いてみるべきというのはそういうことがありますね。當今日本咧好多嘅電影都係按照一啲有名嘅小説嚟創造啦，咁好多時候我哋嘅編劇都揾一啲好重視商業性嘅人去做，咁反而咧啲有個性嘅一啲編劇反而係冇乜人想用。咁對於我嚟講咧，咁變咗，因為佢哋好比較小心，即係唔好 play safe。咁但係我自己本身我自己想喜歡啲乜嘢，唔喜歡啲乜嘢，有咩事情係我唔可以原諒嘅，我有咩問題，可能對方就唔係好明白。即係當然好與唔好另外一回事。如果自己寫嘅時候，我當然好清楚自己想要啲咩東西，所以我覺得如果係要我俾大家一個即係個助言啊，或者所以講係即係自己寫好重要嘅。まあ、脚本にしてもこう。誰かと組むっていう時はとにかく自分より優れている人と組むっていうのを、まあ、本当に鉄則にした方がいいかもしれません。对我来说一个必须守的守则就是如果大家需要跟一个编剧合作的时候当然要给自己程度好那你才学到东西。好，那是的，两位分享了很久，就是关于剧本的创作啦，还有一些自己对拍攝的一些心得咁樣，咁時間其實唔係剩翻好多，咁我哋而家呢個時候咧就開放俾觀眾，咁觀眾有啲咩提問咧，咁都可以隨時歡迎舉手發問。係喺後邊有位觀眾。好多謝兩位導演，咁就。其實作為觀眾的一個希望一個即係訴求咧，應該就係一種希望透過電影呢個形式咧，可以係呼應到即係有啲係令到自己共鳴啦，或者有啲係覺得係
感染到依家現在當下嘅一個即係氛圍，而係可以產生一種係既可以係一個假嘅故事，但係可以一個真感情，令到佢哋一個即係扣連到現實，或者係令你一個現在一個清晰到睇到依家嘅處境啊咁樣呢啲嘅即係願望嘅。咁比較具體啲例子，就好似話當年金庸佢寫嘅一啲嘅作品，好似《笑傲》咁，呼應翻嗰個文革嘅時代。咁啊，再《鹿鼎記》嗰啲就係啲兩邊要即係香港呢個處境呢、這個夾縫點樣生存呢、這個咁樣嘅即係相關嘅一個嘅處理，咁令到香港人有一個好大嘅共鳴。透過古代嘅一個虛構故事，都可以有一個現在代入感。咁我覺得呢啲就係、是、即係如果現在依家香港嘅導演，好似剛才有啲。最近上映的《疑分有怪》啊，呢啲即其實都有一個好有一個希望現在呼應到依家香港現在年輕人對社會的回應，但不過可能佢即係理想同埋離地咗啦，即係令到覺得即係大家睇到太過一個即係兒戲一滯呢個咁樣嘅錯呢個方向，咁或者一啲係即係如果有啲係實在嘅一啲係可以令到依家當下嘅一個處境能夠可以透過假嘅或者真嘅故事嚟去。表達到出嚟，咁就係個最想睇到嘅一個電影咯。問題就係、是、好似依家仲未曾可以係有一啲香港導演、香港電影啊嗰方面可以係做到一啲係即係令到大家係好 touch 到嘅一啲咁樣嘅即係感覺嘅戲咯。我打一答你啦，你咁諗咧，都係證明你都照顧觀眾嘅感想嘅。嗱，其實你如果照顧觀眾感受嘅話咧，通常呢啲都係主流戲嘅一個去法嘅，係嘛？因為我哋啲 indie 話之你噶嘛，嚇、啊，即係你瞓覺又好，你走人都好，關個鬼事啊！即係我個人，但係你咁主流咧係其實happy together， 大家開心。咁呢個方法咧。其實我覺得未有啫，將來我覺得會慢慢有。正如我之前講，香港電影對社會嘅描述，無論主流戲更加唔外，但係而家會可能會受內地影響咧，因為內地嘅 commercial 主流戲都有呢種即係切入噶啦嘛，同社會即係一齊呼吸嘅。咁呢個將所以我話香港會逐漸會有可能會有人試啦嚇。這個都是一個好處來的。其實我們我未做導演之前，我以前跟導演組的時候就經常聽到一個故事，譬如紅高粱當年張藝謀怎樣想的呢，橫掂都有個小說在這裡，照計你寫入去就可以。其實呢他寫的人物和那個刺入其實跟小說差很遠的。其實他後來加了，我不知道拱你的故事是有這個人物還是沒有，我忘記了，但是他想拱你要入了那個即是當地那個所謂那個什麼土豪那個裡面呢，他想像他外面那個是一個什麼呢，中南海來的。中南海你去過沒有？北京很高很高的牆，你一般人入不到，他因為他有他代表知識分子嘛，拱你那個角色他入了去，入了去是什麼呢？想改變這班舊有的制度或者至少諸如此類。這個呢其實你想主題的時候是這樣去想的，但誰知道他後來當然失敗了，電影失敗了。但是起碼呢這件事我當時聽的時候我就咦是的，讀故事或者叫想意識形態或者想主題的話是可以這樣想的。所以你剛剛那個所謂大家 happy 或者大家有共鳴呢，其實都是朝著這個方向去的。其實你早期的戲或者是即係點講講嗰個社會寫實嗰個味道濃啲嘅時候，其實亦都好多反映到即係而家即係當時嘅香港嘅現況嘅，即係從香港製造啊，去年演翻特別多啊。唔係你要表達香港嘅現況咧，其實同共鳴咧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好多戲其實都表達咗有少少現況，尤其是呢一兩年咧。啲新導演多咗啦，佢哋而家個好處咧係即係自己寫，同埋某啲程度上人哋俾錢自己拍咧又唔使還啦，呢個係著數嚟嘅，所以都有少少 indie feel 嘅。
即係變咗諗一諗自己處身嘅問題，當下嘅問題。咁呢個都係一個進步嚟嘅，我覺得香港電影嘅希望嚟嘅嚇。導演有冇回應啊？你去好，最後一個問題係。係兩位導演好，咁其實主要想問啊李湘雅導演嘅，因為眾所周知咧，日本電影而家個大方向好多時都係漫畫改編啊，咁例如頭先所講嘅小説改編啦、啊，咁一去到呢啲改編咧，其實咁亦都加上日本電影好興嗰個製作委員會嘅方式去做嗰電影啦、啊，咁因為某程度上我哋作為睇開有陣時你。正如你好多漫畫改編，好多時好多人會覺得就話慘，即係有講法啦，網上叫慘遭真人化啦。咁我想問啊，李導演點樣衡量翻就話喺觀眾嘅角度同可能你製作委員會老闆嘅角度咧，佢點樣拿捏到你自己嗰個想擺嘅嘢，而兩邊佢哋都即係唔好理觀眾先啦，即係至少你老闆上面可以同意。俾你咁樣做咧，詳しいですね。あ、インターネットに全部それ載ってるんですか。ですね、まあそのためにプロデューサーがいるんですよね。まあ日本のプロデューサーっていうのは、残念ながらこう独立して自分の会社をやってる人は今結構少ない、かなり少数派でして、大多数は ある会社、まあ大手の会社だったりそこに所属してる、まあ、プロデューサーがメインになってくるんですね。そのプロデューサーたちはやっぱりそのたくさんの、投資者たちとの調整とこっち の, 現場サイドのやりたいことを、まあ、うまく間をこうつないでいくことが、まあ、彼らの仕事の大半になっているのが現状でして、まあ、そこの間に入る人たちがどれだけ防波堤になってくれるかっていうか、まあ、そういう意味では僕が一緒にやってる、まあ、プロデューサー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その中でも変わってる人がいるので、あんまりこうそういう制作委員会に出席してもこう当事者の意見をそのままこう僕には言わないでおいてくれるというか、僕も知らないふりをするっていうか、でまあ完成する頃にやっとこう当事者の顔を見るっていうケースが多いですね。首先呢、可能你都會知道啦，有個叫 producer 嘅呢個角色，咁正正係因為你話呢、這個幾方之間嘅呢個咁嘅調和，邊個做咧就係、是、呢個所謂 producer 呢個人去做。咁好可惜嘅，日本嘅好多 producer 咧，佢咧就係唔係獨立嘅，佢係屬於公司嘅。咁變咗佢就要喺呢入邊做一個咩嘅調整咧？譬如投資方嘅調整啊，或者剛才所講嘅同導演之間諗法嘅一個調整。咁好彩咧，我同一齊 work 嘅 producer 就係比較 unique 一啲。咁佢好多時候咧，剛才你講個委員會嘅講嘅意見咧，佢都唔會話俾我聽嘅。咁我咧又當唔知道。咁拍完之後咧，等我拍完之後，第一次我先見到佢哋。咁所以就好似冇遇到呢個問題。怒りと同じ時期に同じプロデューサーが手掛けてたのが君の名はってアニメなんですね。だからまあ君の名はでこう盛り上がってる。後ろで好きなようにやるっていうのが一番いいケースです。在我拍と同じプロデューサーですね。咁喺我拍呢、這個伊卡利隻怒嘅時候咧，咁咁啱我哋プロデューサー咧，佢另外一個好大嘅一個製作就係 Kimino 啦，你的名字係。咁喺呢個嘅時候，因為大家好忙啊，所以委員會一直顧住嗰個電影，所以唔係點睇，唔係點顧及我呢、這個最好呢個 timing 度緊。咁就好忙喺做咗其他嘅嗰個工作。好，最後一條問題，係觀眾仲有冇其他，或者係感想，即係或者譬如啱啱睇完呢個《Borderline》啦，咁係你導演嘅
第一部的長片作品嚟嘅。當年的時候咧，其實就係佢嘅短片《青》就係喺 Pier 嘅 Film Festival 裏邊去攞咗個獎。咁跟住，因為嗰個 festival 其實好 support independent 嘅新導演咁樣，咁就有個 scholarship 嘅一個分咧，就即係幫啲新導演去拍一啲完成佢嘅新戲啦，同埋係發行咁樣嘅。咁而嗰個borderline 就係佢第一部嘅作品，係後邊嘅觀眾。我想問陳果導演，你有冇諗過再拍嗰啲系列電影？因為即係《榴蓮飄飄》啊，《香港入荷里活》再到《三夫》，咁有冇再拍嗰個大叔？哇！邊個？未諗到，因為好難諗嘅，同埋又要與時並進啦，睇香港發生咗咩事，跟住就希望喺呢段期間，你觀察我觀察多啲啦，睇有咩故事再延伸出嚟。其實就呢啲嘢順其自然啦，唔一定要一早 set 定。其實《山夫》其實都係好多年前個故仔啦，所以見好多人誤會咗我，以為人民公司係個名衰啲啊，個名真係衰。人民公司當係《奇妙三部曲》嘅第三部，我完全都冇。因為很多人一定沒看過，所以那部跟那些完全沒關係，所以我都是想機緣巧合啦，順便想完成了，所以就拍了。咁啊，即係李昌鴻導演即係嚟緊嘅新戲，因為阿陳果就係《三夫》啦，今晚有得睇。咁啊，李導演嘅新戲其實幾時有得睇？まあ、今ちょっと脚本これからスタートする企画が決まったんで、これから脚本にする予定で、僕より優れた脚本家がいないかっていうのを探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なかなかいないんで自分で書くしかないかなっていう状況ですかね。有電影我係準備拍嘅，但係因為仲未開始寫劇本，又仲未揾到好嘅呢個寫劇本人啦，咁可能就要我自己寫都唔定。好，咁我哋熱切期待導演的新的作品咁樣啦，咁啊所有新導演啦，即係唔好懶惰啊，即係自己都要識得寫翻自己嘅劇本咁樣。咁我哋喺完結之前咧，不如我哋嚟一個合照好嘛？咁就同兩位嘉賓一齊。咁可能嘉賓咧就坐喺走廊中間啦。好。咁跟住前面後邊嘅觀眾都坐埋啲好嘛？即係或者圍住兩位嘉賓咁樣，咁變咗即係影相嘅時候嘅氣氛就會好啲咁樣，就唔好客氣啦，就事不宜遲啦，咁啊可以即係快啲移師去前面咁樣，咁攝影喺邊啊？啊，你 OK 好，咁係啦，後邊嘅觀眾可以移師過嚟啊。嗱，今次你又唔知點解硬係啊？好似冇乜熟咁喎，要影相喎。嗱，攞塊紙扎扎扎扎遮下樣喎，係嘛？好興噶嘛？開心啊！嚟前啲，嚟前啲咁樣。難得開心。咁我哋今次即係好高興啦！香港亞洲電影節同呢個亞洲電影大獎一齊去做呢一個 film craft workshop 咁樣。咁我哋希望即係來年嘅時候，咁會有多啲嘅交流嘅活動啦。咁希望即係香港又好，或者外國嘉賓都好，咁可以多啲了解特殊嘅情況。係。你可以第一種特技攝人啦，眾人唔緊。可以啦，出嚟。好多謝兩位嘉賓，尤其是李導演，非常之辛苦。呢幾日都不停睇戲，都係我哋今晚頒獎之 New Talent Award 嘅主位。咁好多謝各位劉博 ，thank you。看清楚了。